令行礼，加贼。各位学员，各位讲乡亲啊，敢若无啥对咧吼。不过吼，定日因拢讲乡亲，讲了习惯咧。各位同心，大家阿曼，大家好。遮练够，遮有精神，无简单呢。今日吼，拄拄啊好，搁差差不多四五工，拄啊一年啊。你啊看二十三期吼。二十三期是代表什么？两礼拜一期，啊，就是四十六个礼拜，啊，真有几个礼拜，恁知吼？五十二吧吼，啊，但是因为过年都未讲叫咱继续上课嘛吼，所以过年阁休一下安尼吼。拄啊好旧年正月，就我唔对，迄个他拄啊总理讲迄吼十四、十五、十六，啊，今即马拄啊六七八吼，这三天加咧吼，还有一年，所以时间是过个。有够紧啊！啊，当然啦，哈，这个一年来底吼，发生的代志有够多的。特别讲，含我会惊到的，惊啥？它演变的速度的紧啊，实在是超过想象啊！虽然讲台湾的地位，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已经发现台湾的地位，但是有当咱想想的吼。啊，毋是困有当讲，啊，那中华面甲即摆拢点点，你敢袂感觉讲奇怪？啊，过去的历史甲咱讲，你若伫搞啥物台独啦，搞这個、要反对中华民国，伊就甲你抬啊，甲你关啊。咱的老爸老母的印象，对即种的印象拢非常的深的。我相信在座各位吼，你今日坐即个所在吼。你的老爸老母，甚至呢，还是你的朋友吼，都不一定会甲你赞成的，讲下你唔惊去掠去。我讲拢绝对是实在，莫讲恁啦，我就好啦。我的妈妈已经八十几岁，伊卖反论呢。我讲哇，你是对你这个后生足无了解呢，你这个后生头脑足好个。我用法律啊，法律你定的啊。啊，你定的法律，若讲我无代志的时阵，啊，你咧烦啥？你今日会当坐伫这个所在吼，你甲看你个讲义内底吼，有一张纸，你毋来注意看无？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内政部啊，特别替台湾民政府写一张公文啊，你来看卖啊，伊写啥？迄正是公文啊。那有人敢甲你讲你安怎的时阵，你摕这张公文好看。台湾民政府毋是非法的组织，你有看无？你有无？你有摕这张无？有无？有无？啊，无的其他地方好咩？拢有嘛？啊，若有这张啊，护身符啦。伊的内政部正是甲你讲，台湾民政府毋是非法的组织，啊，毋是非法的组织，就是啥物话？合法嘛？但是咱有甲登记无 ？No， 咱当然唔免甲登记，是伊啊呐，是中华民国来向咱民政府登记才对，对不对？今日我有发表一篇文章，你唔知有注意看啊？台湾民政府有一篇文章啊，来讲啥？不学无术的中国殖民政权，我有分同，不学无术啦。啊，这不学无术，不是我讲的，是因中国人家己讲的啊。因有这个成语有无？不学无术，因遐中国人，啊，这份有啊无？有无？大家拢有啊，无一家手，拢有啊，拢有哈。啊，那无我这还佫有嘞。啊，你有啊？对啦，迄份啊。不学无术的中国殖民政权。各位，咱即摆虽然伫上课吼，但是咱伫转播呢，很主席吼，我甲你讲吼，即节课吼，每一摆咱的课吼，尤其讲到法律吼，一礼拜落来拢超2万人上网去看，有真侪人吼，
真爱看这个节目，就是讲啊，无看这个节目拢困袂去的。啊，想来困袂去，担心嘛。啊，看这个节目以后吼，都放心啦。所以我比困了要较有效呢。你啊看，咱向刚向中华民国的移民署甲呛声，因为是安那移民署甲呛声呢？移民署啊，真过分呢。移民署伫十二月二十，咱十二月二十迄一天，拄啊派150个人去日本了吧？台湾伫我伫留守尔，迄移民署甲你开记者会，甲你开一个门啊。不过我甲注意报纸拢无写呢，但是吼、哦，我算真厉害呢。移民署发表一个文章，我有附伫后边最后的两页。伊讲啥？台湾民政府的护照。哦，你甲看吼、哦，迄第几啊？第四啊？你呢？因为你呢是用影印的吼、哦，所以没有颜色。啊，我现在有个用颜色。伊讲两个所在，讲两个地方以下说，台湾民政府护照两个所在啦。啊，先来讲台湾民政府的护照，因为伊伫前十天用 TVBS 甲咱修理呢，叫人来假先讲是受害者。啊，受害者吼、哦，一定有加害者，对不对？伊讲我受害啊，啊你受害一定有加，法律就是安尼嘛吼，加害者啊有一定有一个。啊，叫受害者嘛，啊，伊讲伊受害者，我伊拢伫找法律漏洞呢，结果安那没有加害者，讲伊有得着台湾民政府的护照，是诈欺集团，你有看到这个新闻无？啊，你今日个刚过来上课，足奇怪，好大呢。不过吼、哦，这个诈欺集团吼足笨态啦，骗5000块啦。骗5000块，就该印护照给你。吼、哦，我讲迄个诈骗集团一定倒贴。因此呢，我必今日要讲种，但是迄个新闻吼、哦，你甲注意看吼、哦，从头到尾啊，只播放3次了，啊，就提掉呀。原来提掉以后啊，就是交予移民署啊，甲修理啊。啊，迄、那个移民署是安怎修理，你知不知？伊伫12月20日吼，趁咱只150个人去日本的时阵吼，伊甲你开记者会，啊邀请中华航空公司、长荣航空、国泰航空、甲远东航空啊四家航空公司啊，含即个航空警察局啊，这财政部的关税局等队伍啊，啊一起进行讲 N 维证照的达人比赛啊。啊，这里面吼、哦，伊就甲你讲，台湾民政府的护照吼、哦，伊唔敢讲违法，伊是讲是违，伊嘛唔是甲你讲违法，这足厉害嘞，你要甲告都巴都甲告。伊讲吼，台湾民政府吼、哦，假护照啦，护照哪会假？什么叫做护照？什么叫护照？恁知唔知？恁一世人的护照啊？我请问啊，什么叫护照 ？passport。那是什么名？护照是什么名啊？你敢知啊？啊，你提几包啊？你唔知护照是什么意思？通过海关，哦，无几行的，没有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啊。那，你唔相信？你等下吼，去酷你个 research， 个 search 看嘛，护照是什么意思？护照意思就是讲吼，旅行证件呐、啊。护照是旅行证件啊，啊，这个旅行证件，对方国家若把甲你接收，这个护照就是真的嘛。啊，若无爱接收，就是假的嘛。以前东南亚敢有要接收中华民国护照？没有诶。每一摆你若摕中华民国护照，叫你讲去边啊，去边去摆。啊，摆着你的时阵嘛，你用啥导游甲你讲呢？50块无？美金有啊？个寄去，啊去摕去，啊就甲你收，迄毋是假，无是啥？中华民国护照是假啦，台湾民政府啊未发行护照啦，我们还没有护照啊？为什么？因为台湾民政府的法律上的顶头上司是啥物人？敢讲美国唔对啦，袂当讲美国啦，啊美国遐尼啊阔啊美国。美国的关税局吗？美国的军政府对啦，哎、欸，
明白呢？安尼开始吼，有迄个思想呢。啊，为什么是美国军政府？因为今日要阁是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啦。今天台湾人拢唔知啦，可能。啊，你讲啊，我教育敢那唔是安尼呢？我读几部，这个教育是啥物物件？你读个教育是啥？为对一天开始你唔对去。1945年10月25号，伊讲台湾光复节啦。卖讲各位啊，包括我，我足够读册，我无甲你骗。我为初中、为高中，读个拢是第一志愿。愈够读册愈嗨啦，因为较够背嘛。啊，所以愈够读册，愈无前途啦。因为啥呐？愈无前途，因为即摆啊，台湾民政府。美国军事政府将这个主权、将这个管理权交予台湾民政府以后啊，台湾民政府所要用的这些人啊，绝对不是在中华民国体制下卡教读的这批人啊，因为这批人的头壳唔对啦。啊，这批人头壳唔对啊，分到两种啦。一种就是讲哦，啊，爸母跟你讲，你是台湾人呢，啊，台湾爱独立，我们要独立。台湾人很有意思，拢咩独立，台湾独立。啊，另外一批人是讲，啊，光复就是变成中国人去啊。因为细汉囡仔都咧读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有无？有人咧读无？你感觉这句话唔对无？你未感觉？但是这句话同款一句话，你甲美国啊讲，何瑞元今日都压未来咧。你甲美国啊讲哦，你是英国人，也是美国人。你他看你阿公呢？啊，你到底是要讲我是美国人，还是讲我是英国人？但是伫台湾人的头壳顶就无共款呀，因咱从细汉就安尼混起来。你若讲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你若你绝对唔是台湾人，但是你若是台湾人，你就绝对唔是美国人。美国嘛，含这个中华民国，你甲恁骗呢？美国。伊足侪文件内底，拢甲你讲啥物物件、啥物条约啊，拢爱用英语作准，有理啊。但是用英语作准的时阵啊，有两句话你甲会记咧，你拢捌提过，拢捌念过英文啊。The people of Taiwan， 安怎翻译？台湾人对不对？对嘛。The people on Taiwan， 台湾人，两个拢是台湾，啊，那一个用 of， 一个用 on。这是美国人在耍大的。The people of Taiwan， 这句话就是伊伫《旧金山和平条约》所写的，伫中美的《上海公报》、中美的《817公报》、中美的《建交公报》，拢讲 The people of Taiwan， 形容台湾人是写 The people of Taiwan， 但是要求伫台湾关系法。伊就甲你讲 ，the people on Taiwan 啦，啊，这 of Taiwan 甲 on Taiwan 是啥物无共款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湾人 ，on Taiwan 就是住伫台湾这块土地顶面的台湾人。你啊，这哪有啥物无共款？当然有啊。马英九讲我是台湾人有无？就是 on Taiwan 啦。总有一天哦，迄个胡锦涛会甲你讲我是台湾人。嗯，啊！伊都讲来，捌来台湾，伊就往台湾啊，我都不来啊。所以各位，咱这册未当读死册。所以咱即马要台湾，要家己争取咱的地位，要争取咱的国际上，要和人竞争，咱干一条路尔，用法律。问题是讲，什么叫做本土台湾人？什么叫本土台湾人？啊，我就是这生，我就是台湾人。啊，所以你若伫美国生，你就美国人。伫美国生，你讲你是美国人是对哦。但是你伫台湾生，敢是台湾人 ？No。台湾是经过战争，你唔通袂记呢？经过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呢？
经过太平洋的战争呢，所以日本投降的那天，那个时点，1845年8月15号，那个时点，那在台湾这块土地顶冠的人，甲伊的后代，这些人就一旦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 叫做本土台湾人了。1949年，蒋介石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败，招来台湾流亡至台湾的人，遐人叫做啥 ？The people on 台湾，住伫台湾尔尔啦。即摆问题来了，遐人会当讲台湾人吗？可不可以？我都已经住遮久啊，我1949年若讲来即摆住，哇、哦，5、6人安尼。啊，算台湾人吗？对不对？是不是台湾人？咱已经去学遐死中共啊！吼，已经这个教育，伊把咱的头脑拢乱去啊啦！但是真简单，你甲想美国的情形就好。你总有亲戚，即马住伫美国的嘛？伊敢去？讲我伫遐美国住20、30年，我就变成美国人 ？No！ 爱办啥？休息呢？没有注意啊，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当时即写迄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呢，是美国叫咱写的，啊是安那叫咱写啊？啊，这有原因没？因为在2006年10月24号，咱去过美国，用我的名带228人做伙去过美国，甲美国讲，你们在干什么？他讲哦，美国在迄个2006年12月20日甲过以前啊，伊看咱台湾，看咱台湾未起啦，伊认为你台湾拢推啊面的就对啦，你拢未晓要争取啊。美国看徛金山看台湾去选，哦，台湾选举选甲欢喜干呢，大家都足爱选的呢。啊，竟然选未赢中国国民党呢？不够团结了，民进党跟你说，我们不团结，我们不合作。台湾人敢真正不够团结，不够合作，各位还不够。每一摆讲要示威、要游行啊，50万、100万，但是脚惊到要回去，有效？无效了。啊那，你抗议的对象错误了，你的抗议对象如果是错误。绝对无效嘛！安怎讲？国民党的当政者就甲你讲，你可以讲嘛？啊，你今日脚酸未？去遐抗议无效，因为中华民国这个执政者只不过是代替美国军事政府伫咱台湾执行军事占领任务尔尔啦，各位。你若要找你的头家，你若去吃头路，你要找你的头家，你有代志要找你的头家的时候，你要找谁？是不是要找董事长？啊，你找你的经理敢有效？绝对无效。经理可能跟你讲啊，好了，我再报给董事长看呢。你报几下摆，伊就袂插你，甚至无跟你报，放在伊的底下嘛，无一定。所以，当然人你若有诉求，爱去找谁？是美国啊。啊，去配 AIT 嘛？台湾民政府是唯一的专台湾来连续5年插队去甲 AIT 抗议。头一摆去甲抗议的时阵，伊要看咱无去呢，凊彩派一个警卫就要甲咱打翻呢。伊即马派警卫吼，咱就甲告。啊，即马呐，即马拢派发言人。每摆咱也去，拢通笑面啊，笑眯眯呢。但是其他的团体呐，去 AIT 抗议哦，伊拢叫警卫出来呀。待遇差别很大，尤其是2006年10月20日，咱个国，美国真正惊着。咱过美国的时阵，咱过啥？你也知吼，国家有一个免诉，就是国家会当你个国无效，就是国家免诉。所以以前咱伫台湾。我伫囡仔的时阵啊，我太好嘛，真好。我伫以前就听伊讲，袂当。人讲哦，你若要去国际法庭告，
台湾不是国家，是咩那个？没有那个不适格啦。啊，随便那个。我有讲买安那个美国，我成一单啊。后尾我找着，往什么角度？人权嘛。美国不是说人权立国吗？我安尼，我台湾人，台湾即马真艰苦，我那无人权。各位，我若讲我讲无人权，恁敢要相信？恁绝对歪势。啊，恁毋是好势好势，你伫遮要干嘛？啥物？你着干嘛？啊，袂甲你掠啊！啊，要去对着去对，啊，你哪会无人权？你应该有人权啊！各位，真真正正的人权不是这呢，不是呢。真正的人权就是讲，可比讲啊，你台湾那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是一个国家的时阵，咱老百姓会当受义务教育。什么叫做义务教育？就是要免钱呐。台湾敢有免钱读册？有无？你来讲无？啊！你读小学敢有交钱？你小学有交钱？你交什么钱？学杂费？我讲恁拢唔对起啊！恁小学交的钱有交，但是中华民国拢后边吼，所谓公务人员吼，摕一个证明吼，搁退行李啦，迄是不公平呢！台湾人唔知抗议啊！你若义务教育，就真正袂当交钱。阮爸爸以前是督学啊，主任督学。逐摆注册以后吼，好啦，注册以后，阮就会当。阮爸爸吼，伊毋是公务人员，公务人员有一张迄个公务人员迄个证书嘛吼，用迄吼钱会当摕转来咧。当然啦吼，我会当摕到钱，对于我来讲真好嘛，对阮的爸爸妈妈真好嘛。但是伊徛伫另外一个立场来讲咧。这就是用咱本土台湾人的钱啊，支持伊的公务人员啊，包括18%嘛无法律的呢。即马去选举，转一个票，无予你行路工，你选的迄个人，佫会当领50块。全世界无这款制度啦，你台湾人欺负你搞不清楚啊。即马是毋是选举以后讲一票会当50块？这恁知？本来30张变50，恁知无？恁知无？啊，迄敢对？迄敢？全世界无选制度呢？台湾人袂晓想。当我将这个代志甲美国讲的时候，吓一跳，又搞迄个代志。我啊，你看到鬼，你袂晓去查看咩啊？各位，台湾人啊，本土台湾人真真正正。我伫现主持吼，受欺负，家己拢搞不清楚。你来讲，哦，你有看选举补助费2400多万大局个，因为我冇去选呢。当然，我选的时阵，我唔是要去选这啦。我是去选的时阵啊，我想我感觉国民党啊，中华民国足厉害啦。我去选举的时阵哦，我你听我来讲，这才会笑死个。五个人竞选啊，但是呢，足侪人唔当我出来选呢。伊就有法度媒体将你这个人吼的消息拢给封锁，所以我干那会当电视顶块，结果电视是咩款？是伊干那高雄市地区的电视台啦，害我了200万去选。我本来想讲哦。我算了，我若伫全台湾甲划落去，啊，大家拢甲听吼，安尼就变过啊，伊真巧呢，啊，高雄市伫高雄市安尼就好啊。所以既然我选煞入，伊个讲啊，我唔知你出来选呢。但是选这进程，国民大会代表我冇去选呢，最任务是国大，恁会记得无？300个啊。我代表建国党去选，我有丢呢。300个民进党代人拢讲，我们不要领钱有无？你会记无？报纸啊，你有看伊报纸，你记无？我领钱有无？
全台湾啊，一国台台了，干那一个人无领钱啦，是我啦。而且要收现的前三天，我宣布辞职，十几万薪水我袂提，我你中华民国是我袂提。我要做迄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一旦伫国会内底，甲大家人讲。讲啥？讲你的政府是违法的。讲你这个政府不是我台湾人所爱的政府，你美国爱接管。所以讲吼，我就怕你。2006年疫情变到现主席为止，才变5年多，但是的速度的，迄个效果，伊迄个宏大，我甲你保证，绝对是现主席。不管是你台独联盟也好，你民众也好，你讲台湾这块地安尼你拼50-60年啊，无咱拼5年的济啦。啊，你免拍破啊。爱用套的呢吼。够。我过来要甲讲法律。来。每一班来要讲这吼、個，我拢叫人目睭拢起起来，因为我互你看别人的反应安那，你都要举手，啊，你目睭起起来，真正啊较卖阿屁给啦，闭眼睛闭起来啦，我甲你问一句，你听好哦。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再讲一摆，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这句话若对，你举手。啊，唔对，你举手。等一下，不准神，再一次，后期讲拢无人要举手是啥物意思啊？举唔对，我袂甲你笑啦。啊，你来上课就要互对嘛。啊，再一摆，哎，目睭起来。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这句话呐，对的，请你举手。手放下。不对的，请你举手。手放下。阿妹国宾饭店是住国宾饭店的人的，对你请你举手。你看，这句话跟头前那句话，又跟头前那句话，你给比看看。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吗？绝对不是。所以权证在哪？所有权证在哪里？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吗 ？No， 日本是啥？天龙的啦，对啦。因为伊是二元的国家，啊，台湾是当总统的吗 ？No， 台湾的土地到今日为止是谁的？敢知？我跟你讲，对日本天皇是无唔对，但是我等下讲这个理由啦。他咪讲是美国甲讲了，我才知啊。美国安怎讲你知唔？咱咪研究规波，甲告美国好，告甲美国安尼。彭国打到安尼，奥巴马气到要害，奥巴马我拄啊做总统，有人甲伊解雇，啊，这个人是啥物人安尼？是啊，咱九月七八，因为咱官司拍了赢，这个官司拍赢时阵，官司，予咱四个结论啊：第一，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美国讲的；第二，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第三，本土台湾人还阁生活在自治领域。第四，美国的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遐个原告，就是咱啦。结论有四点，结果这个四点一个公布吼，台湾的媒体拢甲你讲啥？最高法院驳回啦，讲。原告告输了，啊！你想要看到鬼物啊？最高法院讲 deny， 不是 reject 呢 ？deny
顶啊，你个查英文没有错，有加驳回，但是啊，驳回是不能很精确的讲 deny 的意思。deny 的意思说驳回待审，等待审理。为什么还给最高还要审理？这样电话这个电话你过去最高话你爱交偌济钱，你知无？你敢知？吼、哦，去美国实在若无钱哦，无法度拍官司，$55,000呐、啊。你要上诉去最高法院，敢那上诉的时阵就要交$50,000啦。啊，$50,000，啊，敢就最高法院就要审理 ？No， 用抽签的啦。这美国法律很奇怪啊，最高法律一年啊抽差不多150件左右啦，俺都无去抽到嘞。啊，$50,000嘛过去，但是有一点哦，最高法律咱个过的时阵。照道理来讲，美国国务院要答复哦，要答辩哦，伊安那放弃答辩，我真正是厉害啊！放弃答辩，咱的册内底拢有啊。为什么最高免得美国的国务院放弃答辩？那放弃答辩的意思是什么话？你知无？就是讲原告伫诉讼内底所讲的遐条文拢是正确的，他没有办法反驳你。台湾人唔知啊，所以我跟你讲哦，咱台湾人真正互啥人耽误着，互遐个国际法会不输害着啦。英语拢看无啦，我跟你讲，我讲英语看无吼，唔是笑话呢，我是讲实在呢。英语看无呢，今日咱台湾民政府会当做个遮尼啊轰轰烈烈。特别讲，有一个何瑞元在道上人，何瑞元是美国人啊，够读个大学啊，好个大学啊。有真济我写写个，我嘛爱好看嘞。你看看这个对不对？因为安那，我国家讲英文，我都无伊个好；我国家写英文，我嘛无伊。我干那一个物件比较好尔，英文的文化啦。我哩。古今山和平条约哦，上个重要的第二条、第四条、23条啊，我用文化甲分析哦，何人看得读个听？但是伊讲我这丢呢，甲伊的讲法含我写的文化同款呢，一模一样。我甲日本人讲，日本的在台协会啊，交流协会啊，以前迄个。主管叫啥？西岛，你记得无？西岛啊，有一年，一年啊，四月二八的时阵，拄好叫啥和平条约签字有无？台北条约签的时阵啊，讲叫西岛爱演讲啊，阿爸甲西岛讲哦，你咧推阿面的，你遐死中国骗去，哪有人讲导航以后啊，叫你甲你做成铜像？哎，同乡意思怎样？未烂吼。啊，你要你签字讲日本投降啊，啊签迄个台北条约啦。啊，你若去讲话吼，是你武将呢。所以西岛听见话气一下，伊甲讲Roger， 但是我已经日本的外务省，我同意讲我爱讲话呢。我讲你若去讲话吼，你就中着因中国人的计，用阿边安怎？我你吼、哦、过两天发表言论，你知伊发表什么？啊？对，我甲教的。我当时这个台湾交予你中华民国啦，伊发表一个，哇！中华民国袂得啦，想尽办法甲伊赶转去。啊，但是吼、哦，所以我对迄个西岛非常的不气啊。我本来是不爱讲啊，啊，但是因为西岛已经退休。超过两年啊，我也是讲啊，因为即马来去讲，伊袂防受伊纠纷啊。啊，所以对不起啊，啊，我跩吼交就足济人吼，我落尾我甲送纪念品啊。啊，基本开金，我就用金来做吼，啊送。但是听讲伊做做，伊也袂袂当摕去，伊囥伊办公室。但是呢，这是表示讲吼，对这个赛道非常，我个人非常的感激伊吼，几句话啦。
1979年的时阵啊，台湾关系法签。1952年的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当时伫迄天的下午3点半，伫台北的台北宾馆签一个台北合约。台北合约第10条，伊讲日本人愿意从迄个时阵开始，从咱台湾人啊，视同目睭看啦，眼视同，视同中华民国的国民啊。所以咱台湾人摕着中华民国的国籍，是因为这条啦，唔是因为1946年1月12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自1945年10月25日起，所有的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一条啦，因为一条一个讲，美国甲英国300抗议，真正摕到国民的国籍，是因为1952年4月28日的这个叫做《台北条约》啦，第10条啦。但是台北条约在1972年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台北条约取消了。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了。我们什么机会？台湾本地是日本的殖民地，这个是没有错。就是因为台湾是殖民地，所以中国大清帝国可以割让，这国际法的真趣味。所以台湾的地位复杂，复杂在这个所在。本来是殖民地，那后来怎么变成国土？像说变成日本天皇的皇土，这样变成国土，为什么？法律的依据在哪里？因为要讲到这个以前，还有一个事情你知道，北海道，北海道北海道本来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呢，日本的殖民地呢，日本北海道是什么人在那里住？爱奴族，爱奴啦，爱奴族，爱奴族在底下住。日本天皇对北海道大兴实施皇民化，皇民化，和爱奴族也讲日本话。日本伊底下个建设，连罗尾啊，才改变为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万国公法内底讲的。台湾的真同款啦。清朝你挂台湾给日本的时阵啊，讲日本是唔对啦，给日本天皇的时阵啊，甲这个同款啦。这不是咱话呢，就迄当阵的地图就是安尼。那台湾的正平无伊，你有看无？那也无。因为正平康北部分啊，唔是大清帝国个啦。啊，杜平这段吼，色嘛无同款，你有注意过？这张是啥？迄当阵个地图，甲中国个地图呐，看起来呐无同款色。为什么？因为这块土地是大清帝国拓殖地啦，拓展的拓啦，殖民地啦，拓殖地啦。以这块土地变作拓殖地以后哈。遐个原住民啊，台湾的原住民啊，去互伊赶右边去啊，这叫后山呐。啊，原住民是足故意呢，无代无志，将台湾挂予日本天皇，因为马关条约1895年4月10日签时呐，头前就写啥，大清大皇帝与大日本帝国大皇帝签署这个条约，你有看啊？订立条约，各位，皇帝甲皇帝签的，我若可比讲，我甲二张啊，我两个签一个物件啦吼。我讲，我这个麦克风哦，我甲伊签一个物件，讲这个麦克风哦，卖给他了。啊，这个麦克风变作像的，二张会唔对，对不对？二张讲这个麦克风摕到，交给因后生啊。在法律上怎樣，就是要教後生也要辦過戶，是不是啊？對不對？這樣對不對？
那要被我们说一环，这支麦克风是上的，一定的，这个没有问题吧？这是普通常识、啊。来，日本的都无同款。日本从天皇有土地以后，日本天皇甲日本的议会，遴选出一个总理出来，首相。我将我的土地交予首相去管理。当日本天皇得到台湾这块土地的时阵，他是另外派一个台湾的总督呢，叫做华山之计。所以日本迄块原来伊的首相要该管台湾这块土地，会使哩无 ？No， 袂使，因为日本本身有首相管伊四个外岛。台湾这块土地是另外，是叫伊的殖民地。伊这话内底有讲，殖民地可以割让，但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伊讲，什么款是叫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有马关条约内底呀，本来辽东半岛啊，原来要清朝要挂给日本啊，落尾三个国家出来抗议 ，No， 辽东半岛这个所在啊，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国际法有规定，万国公法规定，所以日本人讲啊，无好啊，行李啊，佮定一个去行李啊。当然有甲中国讲，国家三千万两黄金赔伊，但是台湾这块土地，华山之计，伫1895年4月17号签了后。1895年6月2号办国卦，大清帝国派李鸿章的第二后生叫李金芳，日本天皇派华山之计办交割。啊，过过发生的代志，恁都去看电影，恁就知影。迄个叫做啥？迄个原住民的电影有名的，赛德克巴莱，有去看无？有诶，你举手看卖。这么少人看，不怪爱看啦。你拢讲你对台湾偌关心，偌迄落，拢无看。啊，海角七号有去看无？海角七号有去看，伊也去看看。这嘛无，这嘛无，拜托个各位啊！恁讲恁足爱台湾的呢？电影这这有名，电影拢无去看。你若讲无真有名，你无看嘛有影。啊，若讲几部你无去看，袂歹呢。迄看会出来噻，不过吼、哦，迄赛德克巴莱吼，我感觉伊个剧情吼，含我几啊年前写一篇叫做《失落的福尔摩沙》吼，剧情一样嘞，可能甲我抄的呢。我无甲你骗啊，我讲真的哦，我唔是嘛写，你甲摕来看，差不多呢。赛德克巴莱遐原住民控啥？无代无志，我都活甲真好，我伫打猎打甲真好，啊，这么一异族，就是异族是本人。入来，啊，我袂当打你，所以这是文化啦，是文化的改，文化的侵略啦。但是这个土地无话讲，已经是大清帝国甲挂予日本天皇啊，所以日本天皇才派人来治管，啊，即摆管的时阵，伊在讲教育的方法啦。所以，毛泽东有讲一句话啦：国家若弱小，就要被欺负啦，都要去互打啦。咱台湾嘛呢？咱台湾敢有弱？很弱呢。敢有大？很小呢。大人拢无安尼面啦。各位，咩样啦？台湾咩样？用国际法嘛。国际法是恁遐定的嘛？恁遐大国家定的嘛？利用伊的国际平衡嘛？用国际法来争取咱台湾的地位，这是唯一的方法啦。讲到原住民，伊抗日是有道理，但是那伫法律来讲，原住民这一点是不对的，因为这块土地是日本帝国的，伊要安怎管理，你也听伊的。讲到这个所在，甲台湾的情，你听好清楚啊！台湾第二次世界战输，美国军占领。台湾听上的，听美国的。你今日有听美国的无？无。
你现在没听美国的刷下去，你要怎样？我要独立。所以美国跟你说，台独代表战争，他没你跟你客气。所以你要先了解台湾的情形，然后你才有办法来走出这条路啦。咱现在有走出这条路，他没说2006年月二十过美国以后，双方来来去去要16次了，到这是10次左右的时候，美国也动不下调，接打电话给我，他没说我有听到呢，打电话去我家呢，和我家的电话就知道呢，所以我是感觉，因为我的律师跟他见过，我跟你说哦，原告跟被告不能对话哦，除非我律师在场哦，那不这个案件取消去哦。所以跟对方讲啊 ，no， 你不跟我谈，你要透过我的律师才能跟我谈。那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代表，美国的国安会啦，我开始国安会来讲啊，国会讲 CIA 来吹啦，国会国防部来吹啦。死囡仔，干那国防、国务院歪吹啦！你研究了后，才发现讲啊，原来国务院 AIT 就是美国国务院管的嘛。AIT 的对口单位是啥？是中华民国嘛？当然不爱吹，我应当的嘛。现在国安局爱吹我，国防部要吹我，这是军方的嘛？咦，我甲美国讲。古今巴和平条约23条，你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主要占领全国，主要占领全国，你的基亚在哪？你妻子在哪里？你有去看电影有啊？所以各位，你那看电影啦？我看电影学足多，你拢无你看电影，所以你拢不要啦。塞班岛之役有啊？塞班岛之役的时阵哦，提个基亚呢，安家己甲插有啊？有啊，会记得无？占领爱插旗啦，安尼也无插。我看几波拢看到，未看到美国的旗啊。美国甲我答应，好啦，你讲有理啦。我 AIT 若来学生哩吼，一定甲升旗啦，啊，这个拍破啊。所以美国迄支旗若甲升起来吼，中华民国爱西欧哪哪啦，我无甲你骗啦，搁骗嘛？很主席，现在的进度已经是在去年翕的了，这差不多了，我跟你说，很有趣哦，我们最近就去日本对吧，国王又跟我说，我跟他抱怨，我说你怎么最近都没跟人，他说我在印度啦，在印度洋的军事演习啦，军事演习又走去伊朗啦，走去伊朗，跟那個阿富汗、伊拉克那裡，我說為什麼？要撤軍啊，我撤到哪裡？各位，我不能說啦，不過你已經有說了啦，你不滿意嗎？等幾波也是去等這個，現主席，美國已經賺不到，他部隊已經進來了，在台東了，长滨，你卖照迄个做志宏啊？伊住伫长滨，你问，我要来叫来做，你怎照？啊，长滨啊，你去长滨去看卖啊？海边啊，是迄个海军陆战队，拢是光头的，唔是光头啦，迄足平头迄种有无？加山啊，新竹的乐山呐、啊，才有2000名是吧？伫咱台湾啊，所以。中华民国唔敢甲咱安怎樣？你波大，你来动这个台湾民政府看嘛？现主席，中华民国迄 logo 拢取消，你知唔知？迄 logo 拢取消哈，就是所有的部队，伊迄个西滩啊馆，迄青天白日迄地啊，拢毁掉啦，电车拢毁掉啦。家拢要拆掉啦，迄拢拆掉啦，你别感觉很奇怪吗？后你的部队
啊，无你会落我诶，咱甲过啦，啥人甲过？你规伊甲我讲，伊公布恐怖组织的条例，符合三个条件的叫做恐怖组织啊。第一，在当地征兵呢。中华民国有叫咱去做兵无？无。哎，流氓政府甲咱占领，叫咱去做兵。对呀、啊，不对呀、啊！我甲你讲，不对呀、啊，不对呀、啊！伊袂让我去做兵啦，伊若让叫我去做兵，你咪去伊拉克，就叫伊拉克人来做兵就好啊嘛。袂让叫咱做兵。第二，袂让有武器。中华民国的武器有无？有无？有啊，美国给伊啊。啊，所以后壁中华民国买武器吼，我甲你讲，你袂看卖啊？无袂啊。没有卖的嘛，对不对？啊，即马讲无卖，对我我唔敢讲呢。伊我若一日讲哦，讲你这中国牌，听不了台湾吼、哦，无武器吼、哦，啊，你中国要来拍开台湾较简单啦、啊。你什么这台湾的地位无清楚啦？你袂当去买武器，伊买武器无要紧哦，用上的钱，用咱的钱呢，用咱的钱去买武器，啊，让伊去贪污，让伊偷。哦，我想台湾人讲这款型，我想拢无咧。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袂有武器，中华民国袂当伫台湾征兵，这是符合恐怖组织美国讲伊甲你讲的。所以呢，啊、第三点就是不是国家啦，中华民国不是国家，你美国讲的嘛，对不对？宾拉登不是国家嘛。所以中华民国不是国家，是你美国讲的这个三条件完全吻合恐怖组织。所以我讲这个四中讲啊，中华民族趣味的，敢敢写这篇文章啊，我敢吐槽啊。敢讲咱台湾民政府的护照，都咱我们还没有发护照了。台湾民政府护照是假护照，到底是伊的假还是咱的假？是伊的是假的啦。咱今日。咱今是发的是什么物件？身份证，身份证，我今日无啥。但是我跟你讲哦，我身份证，我这边去做，我去啥？我去迄个做，做咧迄个，我做人哈。谢谢。喂，这份这个身份证，我今嘛我用你们那个表啊，这边受训的人通要填表啊。这个身份证哈，内底有三个晶片。一个晶片你看会到的，后边两个晶片你看无藏你内底。美国国安局甲亲自答应，欸、我因为这个名哦，所以我要讲这個，我唔惊伊听呢。伊甲亲自答应讲哦，要给台湾人用这张唔免护照入去美国。这爱拍手啦！我你若发这张，佮叫我提中华民国迄份护照入面吼。啊，你是什么意思？所以，因即马国防部甲国务院伫协调。所以我甲国务院讲，摕一张，你还两个月甲三个月，我甲你保证，我一定协调好势。这张我都可以伪造呢。这张是美国的国防部下骹的公司替咱做的。这间公司不是干那替咱做，啊，替科威特做。美国有讲嘛吼，中华民国好像爱有晶片嘛，我们就追着有晶片了。啊，美国 AIT 讲的 The People of Taiwan 啊，就是我们呐、啊。啊，未见是啊，中华民国是我。我跟你讲，伊来当免签，我等下头动可以做伊阿姐。因为美国有甲讲，有两个单位不爱批啦，第一国安局不爱批啦，第二司法部不爱批啦。司法部哪会敢批？我问你。那个狗，那个官司还搁底下嘞呢？人大家讲，你那官司为什么不抽中？啊，叫人搁重新审判？啊，用抽的，咱还袂抽到。啊，我相信哦，迄种政治操作啦。到有一天美国若输赢的时阵，伊来抽到啦。无定拢已经写好啊，嘛不定。所以，今日台湾你唔免烦恼，我不骗你的。啊，我讲一个趣味的啦吼。即摆大家吼，有当我伫外口来讲吼，咱讲
啊，中国要安怎？对啦，我讲啊，恁搞隔壁，你创啥？你干嘛要甲干涉？当然袂使啊，甲中国哪有关系？我讲一个数字给你听啦吼，美国现主席的飞机啦、战斗机啦、的飞物件啦，差不多13000架啦。俄罗斯啊，够差不多5000架啦。中国才偌济？2600架。要战争，干那骗台湾人会使呢？还通牌媒体甲你，吼、哦，中国偌尔伟大呢？这航空母舰哦，干那2018年啊，走会出，我才头足，互你做亚济啦。我来讲这個，我拢足清楚。哎，我来听啊，美国会甲我考讲啊，我会甲问啊。伊就足惊我，因为足惊我搁甲过。伊唔知影我即摆要过啥，我要过啥？你敢知？我甲你讲，第一，选举是小事情啦。你搁算嘛？你美国搁算嘛？我台湾人袂袂当互你算啦。我要过美国，第一，你伫奥克纳瓦就是琉球，当时奥克纳瓦军属政府有发护照，互奥克纳瓦的人摕迄个奥克纳瓦迄个军属政府。的护照哈，去日本，去全世界。我台湾的，我乃是中华民国的，所以这边去日本，我无要去啊。我甲美国讲，我没有护照啊，因为你不会申请。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呐、啊。我甲变了哈，免偌久啦，我过免偌久啦，因为甲我相面，甲我相面讲，你今会当讲呢？我无要摕护照，免他出国。我相面甲你相讲会使呢，看迄相面有准啊，无准啊嘿。过年过是哪年嘛吼？上面用往农历年嘛吼。啊，我跟你讲吼，上面嘛讲吼，嘿，看看你后摆真有钱呢。我即马是已经参加吼，你因为恁看恁印这物件，咱去日本开遐钱，喂，咱敢有无款？在座敢有提钱出来？一毛钱都没有拿呢。啊，拢上地铁，咱这干部啦、议长啦、总理啦，咱这干部伫出啦，那袂散。就是美国，也是非常感觉讲，哎，恁啊，咱听人讲吼，400年来台湾人唔爱建立家己国家啦，啊，恁家己要建立国家对哇？因为有人讲，啊，你也要甲美国申请资金，当然对啦。一旦申请，我申请啦，但是还没落来啦。原因在哪？原因在哪？你还没有准备好。这边吼、哦，10月30日，美日的军事同盟破例头一摆，邀请咱派4个人去参加呢。当然实际上是有6人啦，佮2个人啊，人名袂当公布啦。公开是派4个去参加，参加的人。有去翕相啊？我你有看中迄个啊？什么啊？迄间草头啊？你嘛？有成无？有啦吼！这什么人？你知啊？就是啊，太平洋舰队。这边吼，既有一个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即摆换了航空母舰的司令，啊，搁迄个联合的，迄、那个本来迄个海军的联合的迄个司令，拢总含咱的人去见面。中华民国做65年，嘛无人要插伊，对唔对？这派出所啦，民进党拼几波，路线惊唔到，我甲讲吼，伊惊唔到房间啦。啊，你惊唔到房间啊啦，出来就好嘛，你出来嘛。是安那惊唔到房间？民进党，我上去就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啦，伊写啥你敢知影？伊讲，我们叫做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国家，我跟你讲，美是非常的未爽啊，所以美国不爱联络啦。蔡英文派萧美琴去美国，一切代志我拢知咧。无出门，但是我未当去，我无要出国，但是我拢会知咧，因为美国爱甲我讲啊，伊若无甲我讲，我搁甲讲。我只食饱用了吼，你若无迄落，我就甲你告。啊，因为奥巴马足难过，伊即摆要选举啊，对哇？我若甲过咧吼，报出来足大个。
啊，你若无爱互我甲你做，你就帮忙我带嘛。所以第七舰队每日军事同盟，咱会去参加。九月七八，旧年九月七八，咱办酒会，咱拢无钱是咱办酒会啦。伫迄个四季饭，四季饭足贵个呢。迄四季饭有够贵呢，但是我听讲吼，迄何人讲讲哦，菜有够好呢，我拢食袂着咧。这四季饭店你有看吼、哦，180个人参加，其中美国的人，美国的政治上的四大家族拢有来，啊，拢有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 CIA、美国的司法单位、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五个单位拢有派人参加，而且嘛有我有代表伫内底嘛，拢有摕名片登来给我，有图为证嘛。然后伫去年的十一月十六，美国要求咱成立民政府内阁甲参议，刷入去咱成立两个州，甲原住民的州，我，这是迄支民政府迄支旗啊，迄支旗啊，诶，六颗星星的意思啦。这个旗啊，这个台湾的顶冠只一个青色的，蓝色的星星是什么意思？美军啊，美军军事占领台湾啊，而且他那个旗啊，岛屏那个旗啊，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在 AIT 爱心的旗，就是那旗啦。咱不要做啊，是他跟我们说他做，咱才知道哦，有这旗啊，台湾都不知道。 你想看啊，你不去 AIT 吗？捌去亚洲啊，好吗 ？A I T， 你 A I T 有看到国旗无？有啊？没有，没有。美国没有在 A I T 上面放美国国旗。到今嘛为止，咱抗议以后头一摆伫清泉岗升美国旗，而且美国国旗升起来，中华民国旗伫下骹啦。安就对啊啦，我甲你讲，我讲的啊。下面只爱伫顶悬啦，中华民国次要占领权伫下骹。那张相片唔知因有摕到啊？我一切都照法律来，国际法安尼讲，你美国若要做，我就甲你告。所以吼、哦，咱弱小嘛，对不对？我们很弱嘛，咱也无武器啊嘛。你中华民国要安甲推翻？我讲免，我无要甲你中华民国对抗。咱要对抗的人是啥？是美国。啊！中华民国免啦，何必去处理啊？所以，台湾人免做兵，爱会危险无？绝对会危险。什么人爱替咱做兵？美国啦！敢那迄个酒盖，即个臭头啊，乌白讲讲，讲伊要替美国来徛为兵呢？所以伫咱在征1949年12月征兵啊，为迄当中开始做兵，迄唔对呢？啊，即马唔对，要甲告咩啊？会当告无？爱去国际法庭，国际法庭免啦。海洋国际法庭要甲告，会当甲告无？会当无？会无？会，你感觉样告你举手我看，阿妈袂当你举手我看。好，袂歹袂歹，听，即个听我讲可能袂歹哦。但是虽然讲袂来这吼，啊有方法啦，啊我当阿真好呢。我免阿告你，敢知影？你想看咩啊？免甲告，台湾毋是国家啊，免啊，免啊甲告，台湾变做国家来甲告，唔免啦。去日本，日本啊同意，啊日本联合甲告啊，安尼小事就过啊嘛。美国有惊我，我无甲你变，我甲美国讲，美国人，美国讲，哇，安尼互你布咧个地，不得了呢。啊，我有滴布啊，有。啊，即摆要让日本同意啊呢？这边咱毋着去日本着。九月七日，伫日本的机，迄个伫美国酒会时，美国送咱迄两张图。左边迄就是二龙桥啦，就是皇宫的迄张图啦。正边是奥巴马的宣誓啦。各位，这两张图的意义非常非常重大。啊，美国拢甲咱打哑谜呐，拢互你去想。你家己，你也家己去想，啊！你想，
啊，照法你来想，原来两张图啊，你甲咱讲就是讲台湾今日为止啊，还阁是日本天皇的日属，但是比军事战了美战，所以咱的真正地位是啥？日属美战。好，啊，你即马知影日属美战，啊，你阁改变哪件？这个日本这个推下面呢，因为战争失败，当破胆呢。啊，这破胆，日本的宪法过去，那个麦克阿瑟，佮变作不得不吃的。那第九条佮定落去，日本袂当有部队的，当然有自卫队。啊，日本天皇和那个美国的这麦克阿瑟佮创那个和平宪法，日本天皇嘛袂当讲的。所以你要佮日本天皇讲。伊袂当讲话啊！你若甲讲，咱来联合，伊袂当甲讲 yes or no 啊。但是，我阁谈了阁好哦。伊无讲日本天皇袂当摇手、摇头、点头呢。所以这边，咱去日本二三迄一边，你若有注意的，我拜托做袂当讲。你卡咩啦？甲向迄个天皇哦，唔通甲点动，我要迄张相片。日本天皇突然啊，我知道可以，可以。橡皮有啊啦，而且，咱即摆人甲你讲，日本天皇就唔知影，就干那看到恁爹啊，甲恁摇就安尼无准啥，有啊，有准哦。十八迄一天，我拜托，即摆即个卖讲啥物人啊？我拜托一个真有教的来的人哦，将咱迄本我即摆分好迄本哦，送去予日本天皇看。所以迄一天，因去排队的时阵呐，恁去排队的时阵呐，警察上台的时阵，将迄旗啊，咱的旗啊，没收，不是没收，伊讲这个旗子不能拿进去。我想在座拢知影，在是安怎讲的啊？伊迄个人去接电话，宫内厅打电话来，电话通来讲可以拿进去了，有数以来。在日本的皇宫，除了日本的国旗以外，第二支出现的国旗就是咱民政府旗的啦。有史以来啦，有史以来。啊，以前啊，咱这个150年要去靖国神社，有的人在讲哦，靖国神社参拜遐建藩、参拜遐发动战争的人，安尼不好。我跟你讲啥？台湾人39100个死敌，死以后啊，日本改安那改皇太帝，日本的靖国神社呢，有人甲拜呢，总是比迄个白色恐怖的礼拜去予中国人拍死遐人，迄地步搁较好吧？虽然去战争死，但是死以后，甲即摆为止，还可能甲拜。二二八有人甲你拜无？白色恐怖有人甲你拜无？台湾人去做兵去予。中国国民党又跟你掠咱台湾人去中国，跟伊参加内战的，遐人敢有套的？拢无套的。这39100个有套无？套？这无。到即马为止，伊跟你起一个真好的，这个叫做厝，靖国神社，规规矩矩跟你拜。我讲恁这样真很幸福啦，但是我跟伊讲啦。我的作文我有写，我的作文哦，我刚刚写两段哦，我无多写，好啦，我把它念不停。我甲伊讲啊，还39100个，台湾民政府我们来晚了，闽南这边才发现了，所以日本遐尼啊感动的原因是这嘛，所以日本以为咱这边去，遐日本人已经清醒了。所以二月份，咱要邀请20个有够力的人，参议员、众议员、日本的市议员，来咱的民政府的这个中心啊，来和咱交流。你要成立日本台湾的共同联盟，这个共同联盟，就是要为以后的日本跟台湾的 Commonwealth 做铺路啦。我创这，我有美国报告，因为咱是照国际法来，美国一句话都唔敢讲，而且我刚甲各位讲，二七
这个二七，因为二是印度人啊，二七，我亲身接到美国国民，跟他俄罗，你们这次去日本表现得太好了，跟你讲，这几年来，你美国国民头一摆俄罗台民政府了，头一次了。对啦，我心里足怪，你无你你你是十三级咧？美国的国务那个国防部嘛，嘛甲咱学落啦。所以吼，你唔通讲，咱即摆咧进行这个工课，袂像咱我昨暗时阵啊，今日就这样子，唔是咱想足想足久的呢。这拢是地库，这拢是智库呢。所以美国甲我讲吼，你们这个智库有多少人？讲100多人。即马是变千外啊，拢是咱的地壳。外口现主席即个台湾的啊，做即个派兵哦，感觉真奇怪，奇怪呢，那钱是为着来？啊，恁都无看，你无管咧，咱无办餐会啦，啊，恁来办遐尼啊济活动，各位，要办活动啊，唔免就爱餐会啦。看你台湾人有心无心，你若有心，台湾民政府所有人拢袂贪污啦，一降银都一块银在用。阮伫嘛咧讲呢，台湾民政府有真济远大的想法，有真济甲人无共款的想法，但是一切拢以法律来做基础。所以我让各位以性命给你保证一件事，你参加台湾民政府绝对不受到你的性命的任何威胁、啊、这个打破 你不欢喜吗？你不欢喜吗？大家都忘记了，忘记了，因为我有法律、啊、其实中华民国的法院有想要跟他订吗？有耶，两年前啊，高检署啊，因为我替阿扁写诉状告美国军事政府，你记得无？有这个代志你记无？敢传呢？传我啊！咱的同志吼，哇，真好，跟我拢真好啦。啊、哦，陪我去高检法，哎，高检署呢吼，啊、哦，要阿袂入去，我大家拢面子拢这样啊。我讲咧，你妈妈呢？伊讲啊，你即马吼，你入去吼，当时我唔知看会到。是不是我这入面的时候，哦，走去后边去偷看，讲我有在暗中给他收啊？我不是你，我不是臭屁呢。你当有翕相，你也找到我胃头，搁在那笑呢。我心内有数嘛，我是法律的专家，国际法的专家嘛，战争法的专家嘛，你要跟我讲啥？你当我去的时候，检察官啊，你兵啊，六法全书了。要跟他问，就要兵六法全书了。我说你不要翻了，我告诉你第几条了，104了。啊，伊甲我问的时阵，伊佫讲，但是伊要开始问的时阵，我先问伊一句话。我请问，我是被告，还是证人？我是被告还是证人？伊想想的，我甲讲，你是被告也是证人。啊、我跟他说，我哪真是证人，我不可以说谎。我如果是被告，我可以说谎。你听我，被告会当讲白贼吗？你若相信，安就对我嘛。伊中华民国法律就是用这套的，被告、原告拢会当讲白贼，所以足济冤狱。啊，那证人就袂当啊，证人就袂当讲。啊，那证人啊，讲白菜，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呢。你若捌食的吼，你要拍官司吼，真有头用的，我无骗。所以，中华民国法律到今日为止啊，乌落无的，竟然司法检察官的司法的迄个训练所啊，是安怎训练你知毋知？可比讲，这期的恁家拢是检察官吼，啊，我即嘛是入面，你讲，哎，这边，我写一个案，哦，我再写一个案，这边，
有罪，这边也无罪。恁听有无？一个按爱让写有罪，爱让写无罪，啊，就作文比赛啦。中国民国法律呢？所以你若民主执政，绝对敢换掉。我跟你讲，真正一定要甲变做，绝对要甲换掉的啦。虽然我的亲戚有几下检察官来讲啊，嘛爱换啦。我嘛甲恁安尼讲呢，讲恁是夭寿呢。所以恁若民政府执政，咱毋是无拍算，咱有拍算啊。司法这个单位吼，爱学美国迄套啦。美国的迄几条你敢知？恁知无？七条。美国宪法只有七条。你去看，啊七条，啊伊变啊变到迄落法官判例啊。高等法院的判例代表宪法，咱马上安尼做。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将美国的宪法贴台湾死，请一挂美国的法官来，啊台湾去学，中国人袂当学啦，因迄套绝对袂使。所以美国的冤狱啊，比例啊非常低啦。因为我在美国挂，我在美国嘛打官司，我嘛赢呢。真的啊，我嘛赢呢。所以你伫迄个司法的系统内底，你爱研究。今日吼，我今日看迄个电视吼，我看到是练目屎啦，阿扁啊，吼因丈骂我过身哩，吼啊，我又看伊甲因老母迄、那个，我甲阿扁讲，其实我甲阿扁见过四摆面啦。阿扁啊，伊甲你讲啊，伊讲难道台湾人做中华民国总统是原罪吗？我跟你讲，是原罪。伊是流亡政府，啊！你台湾人，你甲选印度流亡政府，伫印度敢有叫印度人去选？有无？无啊！啊！印度人去做西藏的总理，敢有迄个代志？无啊！啊！你想来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总统？你台湾人去想啥？啊，都蔡英文是台湾人啊，所以咱转给伊。各位，流亡政府未当就地合法，所以蔡英文就是给伊调，复调啦。台湾嘛是死，未当就地合法。什么人有想要就地合法？你知不知？李登辉啊，李登辉迄当讲要动神，你会记得无？上台是讲要废省，就变成动省。伊废省的时阵，美国出兵 ，no。什么废省？占领者，军属政府爱替当地老百姓成立民政府，台湾平民政府。这个台湾平民政府就是台湾省政府啦。所以李登辉将这个省政府给废掉，要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美国非常受气 ，no。A I T 出面解，李登辉讲，我嘛唔知影呢，因为我美国教我落了，我有啊，要求啊，啊，即个只大粒你教我联络，啊，我吼，我唔是政治人物啦，我后边爱找一个靠山呢，伊讲，我来找你滴，我讲，啊，你们要不要跟李登辉见面呐 ？No。啊，为什么？那就笑，啊，老板才知影。所以后尾啊，这故事我才知。所以想想吼，我咧甲咱二长、甲咱个总理讲吼，我看咱卖硬忙啦，咱靠咱家己啊啦。安尼好唔好啊？恁哦，读书啦，讲好讲大年啊，细声，迄种假。恁若讲好，就真正好啊，敢真正好，好唔好？好。那较差不多啦。我是讲实在呢。今日台湾的地位，你若无搞清楚哈，你要讲要台湾哈，我讲不可能。但是，让你搞清楚啊，要救台湾哦，也很难，要有高度的智慧。所以我当时讲哈，咱台湾这些种族啊，要改变。我不是希特勒。哦，讲迄优生学，唔是迄套啦。
但是咱台湾将来害啦，你也看嘛，目睭看，到处拢是迄个东南亚，涉猎又恶个恶，来你帮几啊万人呢？啊，叫做啊，无你去摕中国啊来结婚呢，后代面哪会好啦？愈来愈退啊！是安那？啊，即马趁无食，啊，中国较俗啊，东南亚较俗啊。啊，你看一时，后摆你个囡仔嘛是一塌糊涂呢。所以民进之前，我第一个政策要甲总理讲，我要来去澳洲啊。澳洲啊，迄个瑞典迄边吼，迄澳洲的人吼。金塔毛白人安尼足水，足啊无，因为无啥有钱哦。啊，十八岁以上吼，甲二五岁吼，以前来台湾读册，我阁送你一个月，给伊三万块，给伊生活。啊，你若结婚的时阵哦，政府送你厝。啊，若生囡仔，一看要五十万了，偌济岁？啊，你创了个地吼，台湾的品鉴证我都改了，对吗？恁拢无机会啦！你莫做你讲迄啦，恁安囝大啦，恁的囡仔较好，恁没有机会的啦。但是你也看哦，人家人有两个医生嘛，是可能是有听外口的款。真正去迄个俄罗斯去找迄个金头毛去因生囝，你有看报纸有啊？头脑真好呢，我就希望安尼。我唔是讲我啦吼，因为我未生，我即马吼两个物件未当去碰啦。我钱甲女人哦，我不能去碰啦。因为这两个东西我如果一碰不得了，所有的钱都会烧我，无黑啦，所有啦，所以我这两个都绝对去碰，因为我知道我的任务啦，我觉得很清楚，因为像那卖师傅去白家，白家现在都赢呢，法律到处赢呢，继续下去啊，因为我感觉说真紧啊，很快了。那可比讲，美国讲要给咱后边这块土地，叫咱设一个直升机停车停机坪，因为大家拢在怪讲，啊，你讲几波，我拢无看到美军呐、啊，怪是有理呢吼。我嘛甲美国讲，啊，你拢无爱反看一下，啊，比如讲我定来互恁看，爸爸水灾时阵，直升机讲来吊迄个叫做山猫啊，迄个推土架。那敢真正吊山猫，吊两只啦，啊，佫只佫送唔到耶，唔是啦，迄是政治宣示，互你看啦，我美军啦，我入来啦，随时我若要看到你，我就让入来。迄、那个 KC-135迄只飞机加油机啊，停伫上山有啊，中华民国媒体甲你看，讲要载一个红个啊，要去看病，台湾人拢相信呢。迄一只的 KC-135是偌大只呢？迄是予替迄个战斗机、替迄个客机加油的飞机呢？再一个红的，台湾的迄个啥？台湾的迄医疗是世界有名、有水准的呢。迄个是什么意思？你知吗？你知道吗？迄只有啦，有再一红的啊，迄是可能是美军的眷属啦。但是后边对四架的救护车啦，内底放啥物物件无人知啦。唔是这只，这只的头前在迄个 SARS 的时阵，美国的 CDC 疾病管制局直接降落在香山。这只飞机这样大只，伊有听伊的指挥无？我去请教咱来受训的长荣航空的 pilot 驾驶员。往这个航管是安怎控制？伊讲民航机的航管伊控制，但是空军的航管啊，他们没有办法管制，随时不时的飞到美国随接管。清泉岗的航管是啥物人？是美军呢？有几啊摆？中国的飞机慢十分钟，讲要降落清泉岗。今天刚才美国人讲 ，no， 回去，用啊我转降台北 ，no， 回去。美国、中国气啊，中国台讲，我不跟清泉岗这个机场来的，被报纸下来啊，你不看？我跟你讲，
美国核主席为止，虽然伊无互你看到，但是美国的影响伫台湾十足啦。什么叫做占领？可比讲啦，伊拉克的这领空，美国宣布讲，这个领空谁都不准飞过去。啊，那飞过去，我美国的飞弹要甲拍落来。下面，安尼，伊拉克的领空有占领无？有无？占领。所以你占领这两字哦，的意思哦，不是你当用他卡讲哦，我都一定要看兵啊，安尼个占领。我跟你讲哦。今天若比讲，中华民国派部队攻咱这个所在，咱甲美国报告，我咧保证两点钟久内底美军到伊，安尼这个所在有算占领无？占领，唔是讲都爱看到部队，安尼这个所在才是占领的。所以今日是台湾，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啊，是已经伫国际法内底100%。承认的事情。南海现在美国叫日本去出游你很奇怪耶日本那么高，我南海这么下底是要怎么处理？日本要处理南海有资格吗？他的资格是怎样？为什么？如果不要叫法国处理，为什么不叫法国处理？处理南海为什么？南海是高雄的啦，高雄是台湾的啦，台湾是日本的啦，所以美国有资格跟日本说你去处理啦。所以日本已经开始处理，但是我会跟国语说，处理到落尾啊，无含咱台湾啊，民政府变成台湾迄个 Commonwealth 哈，伊就无可能处理啦，啊伊也无可能处理啊。所以现在美国接，要叫咱较紧嘞，原因就遮啦。南海是足个石油的呢，未比迄个阿拉伯较少呢。听讲个存量吼、哦，是阿拉伯的10倍呢，后摆非常好个呢。我看我搬来高雄个。我口讲讲个，咱个高雄这位酒店吼，是万人会讲啊，我高雄州吼、哦，山甲玉山，海是甲南海，没有错啊。你就是安尼，希拉瑞伫南海矿讲迄位，希拉瑞透过 CIA 叫我写南海的律师的法理，我写五篇，伊拢可以采用。我敢足大声讲啊！那即摆要讲这个战争犯吼，我绝对是世界 top ten。但是我是用足侪时间的，我无甲你骗。我吼，我真正是吼，迄个为2004年吼，开始安尼全心全意吼，啥物代志拢无管哦，拢打在即个领域内底。以世界政法内底吼，堪比讲即卖现主席规定干呐，怎么样 in and out， 就是入去即块土地，啊你要出来。几米里要安那装？无啦，国际法的没有东西啦。所以我这摆你研究这個，我想要写，互因全世界来参考。啊，台湾啊，我都写得出来哦。哇，对了，后摆咱控制这强国家呢，咱无钱啊，咱也无人，咱有法律啊，伊听咱的。啊，那迄个一天吼、哦，各位是台湾民主的成员哦。哇，恁都冒死啊！我跟你讲。啊！你看，你即摆你记哈，你是23期的。我来讲，你爱讲你23期，因为这有一个政治伦理。我讲政治伦理，其实即摆有真济伫台湾本土即个其他派别吼，想要加入咱。啊，咱议长甲总理，阮有讨论，要加入可以啊，来受训。啊，受训安那告白。你不能看23算不离头前的。后摆伊若敢互伊想通才来办吼，100期啊啦！我甲你讲啊，村里要哪做尔？美国叫咱先念4000名要做啥？接政权你爱有人啊！
台湾几百年来唔捌建立过家己个国家呢？哪有国家？台湾没有国家呢？先例你嘛不要建立国家，你也不会建立，你都唔知咩样建立。真正你不要建立，所以美国要求讲，咱即摆只是算讲基础尔呢。三工两暗吼，就会当读安尼吼，无简单啊啦。所以伫一月过年以后，27、28、29，咱要做一个高级行政人员培训班，但是迄毋是你来报名，迄是州长的权利。当然你能接触啦吼，你们自己可以争取啦。是安那，这个高级行政人员，因为这个就是，你若可比讲你无受训，我问你嘞。医生，美国真正比半来，3亿给你，你也要用无？国家的钱不是，敢那你出来讲，我要买豆干5块，要切成5块，不是呢？你也要看预算，你也要编预算。所以你今日算讲初级，大兴是学啥？学台湾的地位到底？所以我要甲各位讲吼。你今日安尼上两节课，明仔我无课，后日搁一节课，安尼你讲哦，我咧台湾地我拢知道了，无可能。你安那看册？有一本册是我写的《新台湾论》，这本册含日本人都伫买，含美国国务院都伫甲翻译《新台湾论》。咱受训的人员是500块啦，但这钱毋是我无通去落的。我讲你们来充500块啊，大本。我跟你讲，我跟他写哦，我跟他写，我跟他读遐资料吼，他真正种目睭烫烫的，迄种原文呢。但我已经写好啊，写即摆不能看看讲，啊，我们以前迄个观念都错掉了。原因伫倒？英文翻做日文的时阵哦，翻唔对伊啊，咱台湾嘛是同款，咱台湾一挂国际拢破书啦，什么书啊？啊呐，英语不要看，我跟你讲，英语不要看，你无点无爱上，讲一个例给你听。就是咱和平条约第二条 ，Japan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这句话你有看吗 ？All right， all。后面是不是要加复数？要加 S， 爱不？爱不？加那面，可是为什么没有加？你要还你不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意大利，在1947年签意大利的巴黎条款。第23条，意大利 renounces all right and claim to 索马尼亚，意大利放弃索马尼亚，那不会 claim。六款哈，意大利 renounces all right and title， 啊不 claim， 有没有？你是讲国际化遐简单啊，政治化简单啊？我唔是看他读的。杜金花和平条，我读十几个其他的和平条哟，迄足够写啊，你知唔知？啊，足够写啊！你若袂晓看吼，妥妥嘞，国家都害害死。你想读法律，你当写这个和平条约 ？No， 为什么？因为什么那个意大利索马尼亚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 claim 的原因是啥？因为索马尼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而台湾不是日本的殖民地，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啦。蛮够讲话的啦，你看我今日讲咧啊，讲起来，我看你听到灰啥啥，所以你也买册啦。买册不是我的推销嘛，我先跟你讲，我唔是讲你赚你的钱啊。但是你刚才来在上课，你没有买一本那个书哈，可惜啦。你不是说听我两节课哦，你后摆就让硬抄单。对啦，你让硬抄单，我甲你讲一个，互你听啦。
美国的翻译讲台湾人无国籍，对不对？对不对？日本天皇嘛无国籍呢？你敢知日本天皇无国籍？你知道日本天皇没有国籍，为什么？没有效忠对象，对了。你怎么讲的那么快？那也慢一点点，好难休息的呀。啊，都没有乐趣，因为日本天皇没有效忠对象。我们有没有效忠对象？没有了，所以我们不是国家了。这简单啊。所以很趣味的呢，这几天我来读他的吼，喂，你别讲这，你现主席台湾这代志哦，轻而易举。啊，你若讲遐独派也好啦，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啊，要台湾的地位啊，愈讲愈复杂，你若愈讲，你拢愈听无，矛盾啊。你讲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是搞个袂当夹入联合国，愈来愈矛盾。安尼有趣味无？今日较正。阿弟，阿弟，还佫一节课。楼卡吼，楼卡应该有点心的款吼。各位吼，会当去楼卡食甜点啦吼，有一点心吼，好好大家用。起立。立正。起来。啊，应该就到这啊，楼卡有点心吼，啊，大家在楼卡吃。诶，迄个明仔载吼，你找时间吼，诶，固定一个时间通知大家翕相。迄个身份证吼，学员，迄个爱直接翕相吼。啊，迄个你来申请迄户籍成本吼，户籍成本那会当拜托老卡甲恁替恁申请户籍成本。所以应该很简单，干啦，学员才可以哈，身份证可以办。卖窗户啦，诶，欠多少啊？欠个头啊！啊啊，欠个一张直接办哈。